暗示大臣萧成勒索韩部百姓一事，而臣已经查清楚了。萧成已被夺职，也算平息了民愤。嗯，那就好。朕治天下就是为了各部融洽，和睦一心。此次萧成勒索百姓事小，但影响甚坏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怨，也告诫各部官员朕对各部的一视同仁之心。皇阿玛对容娘娘一直关怀备至，也算是对韩部百姓的一种安抚了。嗯，好了，这些日子你查萧成的案子也疲累了，下去歇息吧。皇阿玛，儿臣想向您求个恩典。何事啊？儿臣在司库房看到了三宝公公。哦，他不在翊坤宫伺候了。儿臣想着工人调度的小事，皇阿玛果然是不知道的。这些事情自有皇贵妃打理。皇阿玛，儿臣别的不敢说，但求皇阿玛看在十二弟的面子上善待皇额娘。你在替他求情？儿臣实在不忍看额娘忧心，十二弟泪目，更不敢忘了皇额娘的养育之恩。永基还好吧？母不安，子何以安？额娘就算把十二弟照顾得再好，可母子连心，十二弟总是伤怀，可怜他这般年纪，总是这般愁苦。朕知道了。永基，你是朕的皇子中年纪最长的，在外头办好你的差事，后宫的事情别多问。是。姐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永基跟永琪向皇上求情，容妃也帮着说话，我才进来的。起来吧。永基和永琪都还好吗？他们都好，永基也很想见姐姐。我如今这个处境，就别让他来了吧，免得他见了心思更重。十二阿哥在外头有我，姐姐大可以放心。近日太后也常见十二阿哥，待十二阿哥很好。太后能顾念永基，我也就安心些。永琪呢？永琪的伤如何了？永琪这几日帮着皇上处理政务，日夜繁忙，我问他复古居的事，他总是说小事，还嫌我忧心太过。这也难免，永琪大了，也娶妻生子了，但是生子的事儿还是不能大意的。是。姐姐，我让叶欣多准备了几床被褥，还有一些平时穿戴的衣物。索心也亲手为姐姐缝制了一些贴身的衣裳，我一并交给灵芝了。多谢你，这儿的吃穿用度也都周全，往后也不用怎么费心了。姐姐，我知道因为那件事
你对我有一些生分。可是当日，你让容佩把那个香囊交给我，我便知道姐姐不是全然不理我的。姐姐是怕我受了牵连，所以你既然懂得，还偏要进来。如今姐姐这般处境，我不进来看你一眼，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姐姐，我不怕受牵连，我只怕跟姐姐隔心。凌云彻那事儿，你你我姐妹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真的跟你隔心呢？算了，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从今往后咱们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如今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是跟我离远一些比较好。今日见了，下回也不要再费尽心思再到这儿来了。姐姐，皇后凤冠呢？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乌拉那拉氏再也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？姑母，我一直想要问问您，您身在宫中，有哪一天是平安喜乐的吗？我的确未曾一日欢喜，可是在这儿，欢喜从来就是不重要的事，重要的是，既然不曾欢喜，为何逼迫自己？皇上和我都已经不是彼此心中的那个人了，放手了不是更好吗？可你是乌拉那拉氏的女人，要誓死捍卫皇后的地位，延续家族的荣耀。家族的荣耀，乌拉那拉氏的女人好像世世代代都被这几个字拖住了。姑母啊，我不想如您一般身陷执念不得解脱，我还希望乌拉那拉氏的女人不要再进入深宫。自从皇帝禁足了皇后，这都半年了。前朝多少大臣进言，说要废后的，被皇上贬斥了；说要解了皇后禁足的，也被降俸降职了。如今这前朝可真是安静了，连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。那太后您还心烦？没声音就是没定断啊。哎，皇帝也该想明白了，
早点儿把皇后给放出来，弄成这样多尴尬呀。皇上呀，这是等着皇后主动低头认错呢。娘娘又在看绿梅。时候不早了，奴婢伺候您早些安置吧。睡不着。